一马当先，王子想抢戏，一双截瞳，捏住对面中单来了，往后拉扯下，回了瞳。最近评论区很多兄弟说，我只能虐青铜白银，我只能说太天真了。 这是艾欧尼亚翡翠二的好，我打了两天，这个战绩，艾迪梅遮可以随便查，可以说没有任何压力的血水。当然还有一些兄弟觉得翡翠二还是低段位的话，那就欢迎钻石以上的兄弟找我包天。这盘是打皇子的不当人对局啊，前期出山反野，回来找皇子，找到了，尼克了跟上，打了一技团都没闪，我一还有五秒，他一还有十秒，所以他必死，也一枪。 两枪，然后就是接上开头下河蟹同时皇子后，再来上河蟹找皇子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复活应该是来打这个蟹的。过来打一半，换我打的，再捅了。没 EQ， 没闪的皇子，怎么走？Hello哟，你好。皇子红刷新了，他四级，一把长剑，肯定没打完的。嘿嘿，又帮我打工。 他红眼区被我反了，那他复活就会来蓝眼区，先去蓝看一下。嘿嘿，打完河蟹，顺路抓个永恩，很跳啊！闪现，伤害挺高的。这里皇子来抓下了，赶紧过来。哎呦，皇子死了吗？死了，有个 EJ， 在草里回城的。 他走不掉，W。王子红又刷新了，但他没来打，先帮他打个石头。他打红我就反他，反正红有眼。现在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过来，但下路在压线，先来抓个下，抓完下路再去反红。他不来打红，我们就帮他打。发 EZ 吧，真的阿泰无碍了。这里皇子抓冰女。 抓死了，他敢来打红吗？不敢，有眼啊。那帮他把红刷一下就算了。打完红直接来蓝找他，他红野区我帮他刷了，他只能打蓝野区。嘿嘿，又是帮我打的。他家野怪只有石头在了，再打，闪现啊？不可能啊！石头是没刷新还是没打哦？还是刚打完哦？ 好、哦，刚打完的，你胆子好肥啊你！